为了训练学童的身体协调性、平衡感和音乐律动感，新教乐龄中心开始夏日狂想乐舞曲的暑期演习课程，透过流行音乐搭配芭蕾、现代舞等舞蹈，带领囡仔做会快乐跳舞。二，很好。三，蹲。对着老师的口令进行身体伸展。八、九、十，很好。为了训练学童身体协调性、平衡感和音乐律动感，新港图书馆特别在暑假期间开始夏日狂想乐舞曲的课程，透过流行乐来学习芭蕾、现代舞等多元的舞蹈，是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所设计的。那因为小朋友学舞的年纪不同，学舞的舞龄也都不大一样，甚至有小朋友是都完全没有学过舞蹈的。那希望透过深港图书馆这个舞蹈的儿少营，让孩子可以多元的接触舞蹈。就像今年我们也介绍了基础的芭蕾，让没有接触过舞蹈的孩子一起可以接触，那也让小朋友接触到现在最流行的流行舞。小朋友一直说他们最喜欢16蹲，虽然老师蹲起来，老师要一直加油，但为了小朋友，我们也坚持下去。小朋友学了16蹲，学得非常高兴。那希望这个儿少营可以带给他们快乐跟健康。除了个人的身体行动以外，老师也安排团体游戏来训练囡仔制造感和合作精神。喜欢，因为可以健康，也可以减肥。因为可以快乐，又可以健康。星期五晚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次跳那种比较激烈的舞蹈，觉得很新奇。欧米迪老师指出，图书馆的暑期演习课程针对各年龄层的囡仔来做设计，主要是希望无论是有经验也是无经验的，拢会当伫只快乐活动，享受舞蹈的乐趣。大众下新闻叶宏武，新港彩虹报道。